大无语事件发生了，昨天起床突然发现耳机少了一只。还有一只呢？我才买的新耳机，谁给我弄掉的？既然都不肯承认，那我就来个瓮中捉鳖。嗨，我就知道是你。说，另外一只去哪儿了？虽然现在京东搜索聚超只有活动大牌一口价省心不比价，这个荣耀清炫无线耳机只要99，但却掉了一个，我再买一副也很亏呀。机智的我又想到一个找耳机的办法。哈哈，快去医院。用猫酒给猫洗澡会发生什么？最近我发现这个猫酒比猫薄荷的后劲还要大，正好弟弟也要洗澡了，我决定浅试一下它的威力。可以嘛，这样多乖嘛。你自己进去烘干一下啊，这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霍曼39度仓宠物烘干箱，还原猫咪舒适的温感，而且侧面还能伸手进去安抚他们。日常不用的话，可以切换成一个冬暖夏凉的猫窝。起床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猫酒威力的时刻。Later.